想不到。快递怎么这么多？我帮你拿进去吧。谢谢啊，你放这儿，放这儿就行。别动，疼不疼？我自己来吧，谢谢啊。我们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。我们去医院输个液，打个针，会好快一点。我不去，家里有药，吃点药就行了。我不想去医院。那你吃完药睡一觉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方案没改完呢。没事没事，我现在先吃点药，吃点药就行了。这也没有多少了，这还剩一点排版，你这。都有药。哎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贴心啊？万一你晕倒了，出了什么事，我这房子租不出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发烧出现幻觉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明明刚刚看到你在笑啊。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，明天再改吧。应该是药效起作用了，还好困。先睡会儿吧，待会儿再起来改。那我一会儿叫你吧，你先去睡吧。谢谢。什么呀？起来喝点热水吧。谢谢啊。
你别说话了，喝完快点休息吧。姜文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弄个闹钟就可以。我把垃圾桶跟纸巾放在你旁边，我看你有点流鼻涕，你要是嗓子不舒服的话，我那里还有。明明是个小朋友，还总想罩着别人。好点没有？你怎么还没走？你家太乱了，我忍不了了，我稍微帮你整理一下。那你收拾完了就回去吗？当然回去了。妍妍，干嘛？你怎么心情大？满腔星火当作蜡烛，微风。